魏公公压根儿就不吃素，你怎么敢送这烂白菜啊？这是魏公公家乡地里长的，路上耽搁了，有些蔫儿罢了。哎呀，我也当过你们县的县令，你们县根本就不长白菜。魏公公的公子，皇上亲赐姓氏，亲赐姻缘，如此大喜，你竟敢？你赵大人，家乡父母官的情谊我领了，你代我谢谢，谢谢。魏公公，请大人，魏公公。我是布衣，岳父岳母大人，我是布衣。岳父岳母大人，我是布衣，我是布衣呀。岳父岳母大人，我是布衣。岳父岳母大人，请开门，我是布衣。我是来接金枝妹妹的。怎么了，魏大人？莫非他们在我爷爷那儿？走，去杨府起轿。孩儿布衣拜见爷爷、岳父、岳母大人。布衣，三个月不回家，你以为事情这样就了断了吗？爷爷，布衣心里乱得很，千头万绪，真的不知怎么说。其实很好说，将你养育成人的爹，你还认不认？还有你娘。孙儿自然是认的，孙儿怎能不认？婚姻大事，一拜天，二拜地，三拜父母，你要拜哪个？爷爷，孙儿这是奉旨成婚，孙儿也没办法。我不要奉旨成婚，我不要奉他的旨。
锦芝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不奉他的旨，你也不愿意嫁给我，对吗？千万别说你不知道，我就怕听你这句话。杨不疑也好，魏不疑也好，难道就因为一个姓氏，你们就要把它毁了吗？好没道理。锦芝，我就要听你一句话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不疑，你别急嘛，你听我们慢慢跟你说呀。我不听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，你们慢慢跟自己说去吧。总而言之，我娶金枝没有错，除非他自己不愿意。是锦衣卫，那是你的荣誉，而我却羡慕他，一只冰冷的铁器，被你整日带在身边，贴着你的肌肤，取着你的体温，你会隔三差五地把它拿出来擦拭一番，免得他沾了尘生了锈。他还有一个如此华丽的刀鞘包裹他，而我呢，我也是个女人呐，嫁给你并不是个错，即使是，也不应该是我的错。我好几次做梦都哭醒过来，因为我在梦里看到咱们的孩子，却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，只听见他在叫我母亲，母亲。我孩子的亡灵在唤我，可我却不能跟他的父亲说，因为他的父亲连在梦里都不肯回头看我。我更不能跟他说，说他的父亲到江南去寻亲，不知何时才归。我只能跟自己说，说他在叫你呢，他在叫你呢，他在唤你呢，你快去吧。母亲来了。
秦叔，来人呐！来人！王爷有何吩咐？没事，下去。是。买个香囊吧，是我自己绣的。官爷就没有自己喜欢的女子？官爷的夫人呢？我自己会绣，你有这份心，我就很欢喜了。示范一下如何？天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到这个地方来，
王昌夫人呢？听说死了，就在我的屋里。怎么回事？他说，死去的孩子喊他去。